如果讲起爱彼呢一个牌子，相信绝大部分嘅人都会谂起皇家橡树呢一个系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系我名人钟表珠宝 Ken 仔。今日同大家介绍翻呢一款皇家橡树离岸系列。型号是 15710ST， 这款手表直径 42mm， 配备潜水时间测量与日期显示，搭配防原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与底盖，黑色表面与超大型格纹装饰，精钢表壳坚固而不失优雅，腕表简约务实，除自动上链功能外，并无其他复杂功能。腕表配备性能卓越的爱彼自家制3120机芯，3120机芯拥有日期瞬间转换与快速调校功能，并拥有高达60小时动力储存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住咁多先。如果鍾意我呢一条片，请 like and share 俾身边嘅朋友，再订阅翻我哋嘅频道。如果有兴趣嘅朋友，仲可以亲临门市试下表添。多谢晒，下次见。